锵锵三人行，这个前任文化部部长啊，别了，真是我们的大编导。哎，这个咱们这个七一献礼锵锵三人行啊，完全是王老的创意，对，连嘉宾都是王老帮我们请来的，这平常搬不动您的啊。这个刘星老师，这个热播的啊，这个革命历史题材，这个东方啊，这个全国收视第一的大编剧给我们请来了。哎，请来昨天咱们这个聊啊，我发现您这一辈子就是中共党史啊。没有，这个谈不到。这个里边的点太，所以你看这个电视剧我都想啊，你肯定是新潮逐浪高。是是，这里头太多事儿了。太多事儿了，就觉得熟悉。熟悉。对，包括说是讲啊，有些我不知道。比如说那个我最近刚刚从那儿从那边回来。哪边？浙江那个什么岛，那叫舟山，舟山群岛，舟山群岛，不是舟山群岛啊。这个我是看这个，看你电视剧我才明白的，而且我知道这不可能完全是虚构。舟山群岛呢，国民党是十几万军，十二万精兵留在那儿，准备和共产党决一死战。这边呢也真急了，就是准备打一个大仗，而且把这个初步建立的空军呢。这个什么都使用上，空军、海军真正立体化的三军联合作战。我这军事上说词说的说外行了，您赶紧给纠正 啊！对对，哎，他是下的决心特别大。这时候蒋做了一个决定，全部撤走，因为他讲说，我不能把我的占我的百分之几十，百分之二三十吧，有百分之十，他不能我把我台湾的军力的百分之十啊。全撂到舟山群岛，回头拼到那儿，到将来影响我台湾的防务，这些地方讲到表现的还有几分明白。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解放一江三岛的时候啊，这个我们确实是打台湾的一个演习啊。所以那次咱的电视剧里头不是寿元帅的时候，叶剑英同志不是没去吗？他就负责那个总指挥去了，说寿贤的时候他就不在。哦，寿贤的时候三个不在嘛，就林彪不在，刘伯承不在。叶剑英也不在，所以受了七个人是大元帅。但是他授权的也很有意思，有些呢就是送到了那个，像那可能刘帅那边也是送到了，还有意思的，有的是直接是干嘛呢？上苏联去送的，这个东西展开讲特好玩的。哎，你这我不明白，你像那个刘华清，当时是在这个苏联念书，可能是哪个帅，应该是聂帅或者谁到那儿去宣读的，你授予什么什么少将。什么他都是他我们现在想想可能都到北京来，有时候来不了的。我就记得苏联大使馆那边是在那边住的。哎，这就说这个中国共产党跟这个前苏联的这个关系啊。关系，我记得呢是咱们那个章啊当时做不了。我印象当中呢，在资料当中我没有最后也验证得了，那个东西啊是捷克斯洛伐克帮我们做的。就是那肩牌啊，就是我们那个金线呢不行，我们怎么的做不了的。当年我们那个部队的很多的手风琴的配发呀，都是捷克的琴，手风琴。捷克手风琴，每个连队给你一个啊，每个团队给你一个。你看，连手风琴这事儿，咱也是受苏联影响。当然是受苏联影响。手风琴是苏联的影响，还有一个影响，握手。我不知道您啊，您发现是因为苏联才握手吗？对了。共产党兴握手，兴握手，国民党不兴握手，国民党拱手。我现在到台湾去，台湾人不跟你老握手，尤其是你要，比如说，哎，我们昨天见过了，握过手了，那么今天又握手，他甚至给你提出这个问题来，绝对是共产党爱握手。说白了是布尔什维克爱握手，是，所以这个关系就特别深，这个关系深了，所以他摩擦也多。我说句不太严肃的话，我这一直琢磨老走神，刚才咱们说的话，我就想这个过去的，说不好，今后的不好说。这林彪的台词儿，这是林彪的台词儿。但是我觉得这个它有普世性。你历史本身呢，谁能够预见历史？你斯大林他能过去的，他能说得好吗？他对苏联、对俄罗斯，是不是？对中亚，对他一家伙，他的这个二次大战前他占领的那个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国家，他既是说不好，也是不好说。
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一样，都既有大概齐的这样一个总括的一个预计的部分，又有一个不好说还说不好的这个部分。是，所以我想来想去，这句话还有点普遍真理。他这个是这样子，那么后来我又因为最近又写个东西，对，写个东西呢，又让我现在有点让毛泽东评价林彪了。那你评价林彪怎么评价？嗯，那么一定这个戏一定是发生在七十年代后了嘛？他后来的林彪发生了变化以后的这段怎么说的？毛泽东说了一句：“活着的活法很好，死法不好。”这挺幽默的啊。因为我倒觉得包括上半生说不好和下半生不好说，是应该是我们实事求是的对他的评价。是是是是是是是，而且啊还真的是这玩意儿，这里有点人生的意味。对，是一句人生里的人生的意味。就是我妈也都是前半生说不好后半生不好说。这个说不好和不好说呀，这是电视剧的魅力所在。对，就是里头总有一些悬念。嗯，您这电视剧您要看第一幕底下都好说好说，对，哎，都说清楚了，都明白了，您就不看了。对，对，所以我感兴趣的呢有一些小的细节，比如第一次人代会，毛泽东呢亲自下这个做指示，说一定要请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对，还讲了西藏活佛，嗯，请这两位活佛来参加会，班禅那一说就通了。达赖呢是由张经武，当时是驻藏的司令，这个联络处主任，叫什么？联络处主任。联络处主任，张经武将军亲自去找这个达赖的，而且还不是达赖本人吗？没达赖的管家叫大管家，妹妹和管家。他的妹妹，还有达赖的妹妹，还有达赖的大管家。嗯，然后大管家这就趋向于去了。但是西藏有一部分势力，像那个噶夏，就是他原来那个地方政府，也还有一些势力坚决反对，说认为达赖去这安全没有保证，什么这个那的。然后这个大管家啊，咱甭管他的背后的情况是什么，说这个事儿得打卦，得看神意，得看佛的意思，大概你看怎么该人家按藏传佛教该怎么说，专门请神的，请神的啊，他打卦。最后打出一卦来，叫出行东方啊，东方出行，出行东方，出行东方，他又扣到东方上来了。嗯，根据这个卦，这他就来了。嗯，这个也是说不好和不好说呀。你要一说就清楚了，还打什么卦呀？是不是？我这决策，我这选择，我是坚决的。让您这就不用了。是，所以这个说不好和不好说呀，是您那个电视剧的留下的精神的空间，也是电视剧吸引人的所在。哎，相反的，您要玩一个什么都清清楚楚，什么都做了结论，然后您每一集后边说这我们通过这集认识三点，没人干了，没人干了。而且据说呀，这个达赖最后真正逃亡的时候，说也是打卦让他今天晚上跑。那他这些这都说不清。所以这些呢，我就觉得其实有些时候这个说不清和不好说呀，也是观众对这个戏啊，对这种题材的感兴趣的地方，因为心里啊大体清楚。对。但是又有一些好像说不清不好说的地方，所以我还格外想看看。你怎么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觉得这个近些年啊，好像我们比如说对于这个中苏关系或者过去的一些东西啊，好像有些史料也允许公开之后呢，就有一些新的这个研究， 对吧？而且呢，咱们的这个媒体基本上也可以探讨一些不同的观点，可以是吧？你比如说，到底这个斯大林，我就看到有人探讨这个问题，到底斯大林当时对中国共产党和对蒋介石的国民党怎么看？是
怎么抉择，他到底是支持哪头，现在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出来。王老在这方面有什么见解？不是，我是觉得斯大林呢他也是有矛盾的。嗯，他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他当然是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但是呢他从他的那个利益的角度他又觉得跟国民党相对还容易打交道一点。因为国民党没有共产党那么强硬，那么能够在维护本国的利益上那么坚决，在某种意义上。他这个呢还有一个历史原因呢，就是二战结下的问题，就是二战的历史的问题。比方说二战我们是一伙的吧。对对对，就中国嘛。中国的一伙的。那么尤其是雅尔塔波茨坦公告之后，苏联和国民政府是有过条约限制的。又有真正的大使馆领事馆在那儿，说这个表面的文章一定要做的。嗯，刚才像王老说的，私下里我们的意识形态又是属于归根归到老祖宗马克思那儿去的。嗯，说这一点上呢，应该说总的倾向说斯大林还是倾向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的。嗯，他总的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您说咱这照这个常理来推测哈，王老，您觉得当时作为斯大林来说，比如说在国共两党胜负未分的时候，是他有没有一种局势的判断？不是，就说我这在过去的事儿啊，嗯，那金一南教授讲过，就是苏联开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刚成立的时候，苏联的援助国民党的这个财，这个应该怎么说吧？当时也叫钱了，嗯，援助的国民党的钱是十倍、数十倍于他援助共产党的钱。他曾经把蒋介石视为苏联的一个伙伴。嗯，蒋介石参加过共产国际的会议。蒋介石参加过共产国际的会议。列席啊。哎，喊过共产国际万岁，喊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万岁。这里头我还喜欢的一个细节，我是印象难忘的，就是经过很曲折的过程，很长的时间，中苏签订了友好条约以后，毛泽东主席回到北京了，然后那边扒一个台湾的镜头，是蒋经国跟蒋介石吧，就在说毛泽东回来了，因为蒋那边本来已经散布，说是蒋毛已经被这个斯大林给软禁给抓起来了，说回来了。后来蒋介石说了一句话，说这个苏联呢不好打交道。嗯，我知道苏联人可是不好打交道。他为什么不好打交道呢？是这样的，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就国民政府就立即派出代表团讨论几个大事情。就第一次去派的外交部长去的没谈成，后来就是蒋经国一块去谈还是没谈成，他就接点大事情吧。嗯，那么就应该说这个就结下梁子了。接下梁子了。那也同时也看到他不，这个时候他不是支持不支持这个斯大林，不是支持不支持这个中国革命的问题，他本身就刚才王老说的自身利益的问题。也他对他也要从苏联的国家利益他呢去衡量。他要在中国找出海口啊，是旅顺、大连、中长路、中东铁路，对中东铁路、旅顺出海口，包括还有牵扯到一个大地盘的问题。对对对、所以说他就坚决不让。所以俄罗斯有这个有谚语，就是俄罗斯的所有的历届沙皇们永远把自己的领土搞得很大很大，但是你不能把我的一棵树挖走。这里头蒋介石还有这么一句话，嗯，说跟苏联人打交道毛泽东比我厉害。这个话嘛，反正这是电视剧的话。对，电视剧的话。您也不能当国际史、外交史去理解。嗯、但是您个人看了会有个人的滋味。但是啊，就是我看到一些这个后来公开的史料啊，我就发现啊，这个蒋介石啊，其实确实是从根儿上啊，跟苏联这一套啊气味不相投。就当年孙中山要跟这个苏联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时候，蒋介石就到苏联考察过，后来他的日记嘛，他写他当时回来，因为孙中山还是要搞合作，所以他考察一圈回来之后啊，外表上还是在支持跟俄国合作，可是他的内心独白在日记里，对，他已经表现出他觉得对苏联这一套啊，他个人觉得这个不认同。对，所以这东西可能也有他这个，他根儿是在那，根儿不是咱们
咱们教科书也好，历史不都这么讲？他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立场，他自然跟着不一样嘛。那边是无产阶级革命，是推翻这个沙皇统治的嘛。但是所以啊，就是到最后还是国家利益当先，国家利益，这还真的是。哎，这个蒋在咱们的这个电视剧里头啊，对蒋的表现呢，其中也有一个特点，嗯，就是蒋老夸毛泽东。他不没有这里头没有一句辱骂这个中共和毛泽东的话。哎，但是您觉得这个真实吗？因为照咱我感觉蒋介石应该恨毛泽东入骨。他是这样子的，你想想咱是这样，咱只有是就是包括小的时候你也打过架吧，咱俩比方咱俩邻居，咱俩打过架吧，咱俩可以骂。一般到咱家长那儿他就不会骂了，这俩孩子不懂事儿吗？他们有他们斗争办法啊。那你现在想想，你说我们的最高领导人或者跟哪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他不会，这不是那种关系。那王老，您觉得这戏里好像，比如说你还很喜欢谁啊？是谁的夫人你很喜欢？钱学森的那夫人。不是，他里头因为他表现了，当时钱学森要回国，被美国政府监视居住，反正他老找钱学森的麻烦，前后有五年的时间，这点我顺便谈一下，这是中国的这个九十年呢，和中国党的九十年和苏联共产党的九十年不完全一样的地方，它处境不一样，苏联一十月革命啊，苏联的知识分子全吓跑了。连高尔基都吓跑了，高尔基是最赞成革命的，他写过《母亲》这样的鼓吹无产阶级革命的书，但是他也害怕。那布尔什维克都是太厉害，都好家伙，到处是红色恐怖、赤色恐怖，他害怕。这个夏里亚平他南迪因跑了，他的作家普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跑了，他的还有一个指挥家叫什么呀，叫我想不起来，反正都跑了。还有那个后来回去的那个作家小托尔斯泰，阿里克塞托尔斯泰，不是列夫托尔斯泰，全跑了。可是中国这个十月就是1949年的十月以后啊，大知识分子大多数玩着命想回来。哎呦我们这里个细节，南开大学的鼻祖校长，蒋梦麟，这个蒋介石在撤退的时候，就他领到蒋梦麟到叫南开中学，重庆有南开中学，到那去一看，这屋子都空空的了。他摸了把灰，一看，就他那个像在那挂了，他你们都走了，就把我像留在那儿了。完，他就开始动员他，他说你也走吧，我飞机票给你买好了。蒋梦麟说，我这么远的路，我这个坐什么恐怕不行。他说你这样的，我已经跟他们布置了，我知道那个坐那飞机坐不行，买个沙发给那四个座给你固定上。你也走吧。这是飞机轿子。哎，飞机给你坐固定那儿。这蒋梦麟当时其实已经接到了周恩来的指示，就是你不能走。当时实际上是我们在跟国民党像王老说的争夺人才。这一类的情节呢，因为我也有实际的体会，就是1980年我第一次去美国，我到哈佛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这个费正清博士啊，费正清 Fairbank， Fairbank 呢，费正清我一进去，他比较靠近门那儿，他有一个大沙发，那个大沙发还挺旧，一点都不新都不好，他就让我坐那儿，然后他说老舍临回国以前呢，就是坐在这儿，就是你这个位子。哎，他说当时啊，我就劝老舍呢，就是说你啊，再等等，你再看看。老舍说，我一分钟我也不能等了，我现在就是得回去。他说当然，我祝他好运，那我们就在这儿，在这儿就是再见了。所以顺便我也说句，我这个好日子说的并不最好听的话，所以我们要想起来老舍后来的遭遇呢，我们也很痛心。投太平湖自尽。就是说这个整个这个九十年的过程当中啊，也有很多经验教训，也有很多我们想起来痛心的人。
王老，您看您这这么多年的这个历史都经历了哈，而且您是研究了这么多年的历史，我觉得说九十年，现在中国啊可以说是世界上变化最快的这个国家。你看他们很多说八零后、九零后，是他很多他哪还知道这个是这个白云苍狗啊，脑子都换瓤了，你觉得哈？但是我特别想知道，你们在生活在今天这个年代了，是你也都通了这网络，是是，你怎么想整个的这九十年？是。我觉得这九十年呢，就是这个中国共产党啊，确实是世界上很少见的一个党。第一，独一无二，它历史比较长。嗯。第二，它这个它面对的人口又比较多。第三呢，它这个就是说它这个执政党的地位啊，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是相当稳固的。哎，他也有了积累了很长时期的，你找哪有找着一个党能执政久，连续执政六十多年的，这个很少。他这个关键在哪里呢？就是我就觉得一个问题，这九十年，你看咱分啊，28年的革命和战争，革命战争，32年的，30年的建设，32年的改革开放，这32年干什么呢？这32年就是自我的、自觉的、主动的去纠正我在战争年代和革命建设时期所没做到位的那些东西，才成功的。但是你说的这个发展的快呀，我说是我这完全我个人那个心情，我希望下一步发展的慢一点，太快了吧？他这个各种的矛盾都出来了。您说发展了是吧？你越发展，它各种矛盾反倒越尖锐了，挑战越来越多了。他现在也对头的，所以说这科学发展悠着点科学发展对头的，因为在什么叫科学发展呢？我在常年的常常讲，我说我们常年的讲的科学发展就是一，按照文艺工作的科学规律办事儿。第二，按照电影工作的科学规律办事儿。你呢就按照咱们主持人呢、按照咱们办电视规律办事儿，这就对头了。枪枪，所以说枪枪，所以我想的就是说，你刚才讲。就是我们记忆当中是什么，我们记忆当中就是有意识的主动的去把我们的知道的历史抄一遍给读者给观众，是啊，也是今天才做到啊。你要是在60、70年代要弄这电视剧，那全是诗朗诵。所以说感谢这个伟大的世界，感谢这90年。好，这个编剧给我们定了性，非常好。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感谢两位合作嘉宾，谢谢。拜拜。